昨天我们在 YouTube 频道看见台湾的新党的发言人发言了一些有关台湾人民非常深陷恐惧于中共的七天的军事演习，包围四座台湾，而某个国家甚至建议台湾需要男男女女每个人都拿着枪，能够参战保卫台湾。现在台湾人民到底是要追求怎样的生活？至于台湾的新党这样的发言，台湾的人民是比较向往自由自在、没有战争的日子。我相信每一个世界的任何一个国家都希望活在一个没有战争的日子之中。就如我们看放眼现在乌克兰与俄罗斯已经打了差不多四五个月吧，从二月底开始，现在也是八月，差不多半年了。乌克兰的总人口是4400万，而经过这场挑起的某大国挑起的战争，乌克兰的人民家园没有了，差不多有1200万的人民四处窜逃，如过街老鼠逃往欧洲世界各地，成为欧洲的难民。这1200万是在乌克兰的总人口是4400万，是占了总人口的 30%。 难道乌克兰的人民要在他们的领导者之下继续的战争，战到最后国家没有一个人民吗？所以这战争与和平的选择，有时对某一个国家乌克兰或者台湾的人民的选择是十分的无辜。普通的老百姓只是想过着丰衣足食、平平安安的日子，没有一个国家的人民会向往活在战争的阴影之中。所以为什么这乌克兰在面对俄罗斯之间的一些误会时不采取和平的和谈？同样的，现在台湾人民在台湾的领导者下活在战争的阴影，为什么他们的领导者不想做与中国大陆沟通，挽救国家的命运，而为什么要把国家推入水深火热之中，让人民过着恐惧的生活呢？ 这难道是台湾人民所向往的生活吗？男女都参战，而且台湾的国土不像乌克兰有足够的纵深。乌克兰的面积大概是604平方公里，而台湾相比之下，台湾的面积十分的小，只是36平方公里。这可以说乌克兰是等于整整差不多20个台湾的实际面积。而另一方面，我们分析人口的分散，乌克兰的总人口是4400万，同样台湾现在的人口是2400万，是等于乌克兰的68间。相比之下，这人口的密度，乌克兰的人口密度是73000人每一平方公里，而台湾的人口密度是73000人口每平方公里，而同样乌克兰的人口密度是67万人口每平方公里，这等于台湾的人口密度是乌克兰的9.5倍，差不多整整10倍。在这么小的面积，这么多出乌克兰多10倍的人口密度，请问
台湾是要怎样生存在中国这样的围困，如果中共发动武统统一台湾的军事行动中，为什么现在的执政党不能像之前的国民党如马英九先生与大陆建立很好的两方双向的文化交流？在马英九执政的8年之中，台湾完全没有像现在发生这样的受到中国的军事围困与军事哄吓的日子，而且双方面都有一定的沟通管道，从大三通至小三通，甚至习马会曾经在新加坡举办，两岸都发展迈向为更好的愿景。可是在新的执政党执政的8年之中，台湾与中国大陆之间的政治方向完全是不同派，而且更一步一步的把台湾人民2300万推进战争的边缘。试问谁能够保障台湾2300万人民的生命与财产？难道这个是台湾人民所追求的生活呢？所以战争与和平有时对每个国家的人民来讲是一个很无辜的希望。在这里我们希望全世界能够活在和平的日子，重新开动和平的交谈，让全世界都有一个和平的愿景，让世界没有战争，也没有流离失散的家庭与家破人亡的事情发生。这我想这是全世界人民想看到想过的日子。谢谢大家收看这期的战争与和平，谢谢大家，再见。各位同胞们，战争离我们不远啊，为了要迎接一个美国来的佩洛西，台湾同胞，你们愿意这样做吗？你们觉得值得吗？整个台湾海峡弥漫的瓦斯，你一定要去把它引燃，把它点燃吗？现在美国呢，处心积虑想要点燃这个战火，让我们台湾的乌克兰化，我们怎么能够接受这个现实呢？战争就在我们门口。这么爱打仗吗？真的吗？统统躲起来，装傻尿的装傻尿，不当兵的不当兵，谁当战长？真的要打吗？有一些人不把自己当人，也不让别人当人，这么爱打仗吗？真的吗？我们可以坐下来谈，难道说今天中国强，台湾不会享受吗？美国人要台湾的钱，要台湾的命，还要台湾的台积电，连台积电都给我弄走，要台湾买武器，今天要台湾人的命啊，要男女皆兵啊。我不用上战场，我年纪够老了，有人要去打仗吗？年轻的女孩子男孩子要去打仗吗？所以我就在这边呼吁我们全国老百姓，千万不要被人家点了个火。台湾很多很多年没打仗，你不知道战争带来的祸害有多严重，你所有现在有的东西在战争里面你都没有了。你天天不是看手机吗？网络没有，你每天吃的米面鸡鸭鱼肉没有，你连洗澡的水喝的水没有，然后你最心爱的人打死了。所以千万不，我不是在恐吓，就是我们可以争取到的和平，我们可以避战的和平，为什么要当人家的棋子？这点是很值得今天台湾老百姓要好好思考的。
情。